好饿，快点接。哦，好饿了。妈，这块肉怎么这么小？对呀、啊，今天这块肉妈妈买了十几块钱。好大的肉啊，妈妈。嗯，够吃了。好肥呀、啊，这里来看一下。不肥。妈妈，妹妹哭了。妹妹哭了，淘气了，你快点吃肉。哇，妹妹哭得好厉害。嗯。快点切，妹妹哭了。嗯。妹妹。啊？快点切，我好饿。妹妹老是哭，妈妈背妹妹先啊。嗯。嗯，妈妈。啊？今天做什么啊？今天吗？嗯。猪肉、辣椒，还有一个青菜。哦。我背妹妹先，你们先弄我。哦，哦，贝贝啊！下锅起油。放点酒去腥，然后放点酱油，再倒一下辣椒，炒一下，还有青菜，青菜也是。嗯，妹妹怎么背着不哭啊？放出来哭。我就想背着，现在放着。我现在想睡了吗？妈妈，我好饿。我现在睡了没有？没有，他好像走着去了。先把这个肉放来煎。哇，香吗？香。妈妈啊，那个辣椒会不会太大了？不会，我待会炒一下青菜。青菜。再上锅盖几分钟。用肉放上去炒一下。那个糖果就放那个啊，按上锅盖煮三分钟。哇，好香呀，妈妈！我好饿啊，妈妈，快点！好饿了，啊，哇，上菜了。妈妈，嗯，炸青菜那么少啊？少了，少一大团。哇哇，好香！我看了。拿个小斧头，用只手斧子，用手斧子，缝妈妈的肉。
么有高？那。嗯。